我觉得郭哥最棒的是他今天还是从台南上来，对啊，对，所以看到他就给我们真的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力量，觉得很赞。你看饭店多好，哇，小郭，现在，明天先发，给你去，完全做自己，因为我们是全明星嘛，总要给他们一个明星赛的待遇嘛，所以第一天又刚好在桃园嘛，所以我想说让大家不要早上这么累。提早先来饭店休息，所以我们把一整层就包下来，希望我们明天可以拿到 MVP， 然后三连胜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输的话，我会跟他们收取房费。我也在冲的时候，你快黏住我的时候，你就喊接，对，你这样距离才有办法去抓到。如果你太远的话，你喊接，前面的人接不到。比如说，好，我在这个距离，我示范一次，我跑接，然后我是不是就一直追着你跑，你接不到？所以记得大家，靠近一点再喊接，靠近一点再喊接。Go， 走，睡啦，好，哎，可以。我们才刚练而已，大家就这样的默契，我觉得非常的好，很棒。哎，睡哦，我讲认真的，默契超好的。进来喽，来喽，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志宇，够了，进，睡嘞。我出门的时候，我看到黄色的东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超开心。你今天搭电车来？没有，我今天搭捷运，然后我看到穿黄色衣服的人，我会觉得他应该是我们自己。也是可以。所以墨镜是特别是找黄色的吗？郭哥送的，对，黄队，没错。而且我觉得郭哥最棒的是他今天还是从台南上来，对啊，对，所以看到他就给我们真的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力量，会说哇，郭哥这么那个，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全力去，或者说回报啦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该把所有东西留在场上，所以说我们就训练起来更嗨，对，对啊，谢谢郭哥，谢谢郭哥，你想应该是常驻啊，嗯，常带阿姆，有，谢谢郭哥，有。有没有做他们做肩膀的？有，我扎肩膀做。我们从现在开始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专项项目的东西，技巧的东西还是大多数。但我希望整季下来的时候，大家的肌力跟肌耐力是可以持续进步的。弹力会发给大家之后，热身之前还是热身之后，弹力带一定要先做一组，再去做一组，再这样子。好，主要是避免肩膀受伤。不是我们领队吗？怎么把我们操成这样？来了，好球！对，好球啦！对，我们很好。来，对，上去啊！对啊，可是我不知道谁来了。觉得很赞，你看饭店多好。哇，小郭，现在，明天先发。给你去！完全做自己。哇，做自己好啊，为什么不好？真的很舒服，真的很感谢，很舒服啊，很舒服。那明天加油啊！好，想的，好，放松，没事的，来跟你打个招呼而已。好，我们想说关心你到了没有？谢谢。好，放松，记得吃饭。好，谢谢郭哥。想一想，有点不舒服。正常发挥，再发挥我们的一样提醒大家一个点哦，比赛中你们如果这一周因为摄影在拍或干嘛太兴奋。记得收集起，好吧，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控制的，可能那个最近会主要让对方，所以在场上一定要很重要，就是在场上加一点奖项，好，因为他比较年轻，因为我是全明星嘛，总要给他们一个明星赛的待遇嘛，所以第一天又刚好在桃园嘛，所以我想说让大家不要早上这么累。提早先来饭店休息，所以我们把一整层就包下来，希望我们明天可以拿到 MVP， 然后三连胜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输的话，我会跟他们收取房费，就这样。